吃一块肉还能死了不成？整天就大惊小怪，神经过敏。这前列腺炎不知道啊？你说我大惊小怪？不说点什么，浑身不痛快是不是？我求求你，你正常点行不行？谁不正常了？是你不正常还是我不正常？我告诉你，你看谁正常，跟谁过去。正常。我还要去跳舞呢、啊。又去县令小馆了吗？回避。跟谁打电话呢？啊，移动打的。谩骂。在外人面前也从来都是这样。甚至进入外力来解决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直接的，你不如直接说出来。我是来道歉的。姚可欣的事情你们已经知道了，还有你的师姐李云、张丽子、小莫，你的每一位咨询者，我都在试图破坏你们的自发关系。对不起。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去了。咱用了这个，以后就不用去治疗室了，是吗？说这种规格的治疗仪安全系数是非常高的，我得找人求证一下。季教授已经不在省会了，你找谁去求证？这个人你也认识，他怎么会理所应当地认为我的患者就在疗养院呢？赫顿所去的疗养院仪器已经出现了问题，你就不怕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？你找到福腾了？你怎么知道他在找你？我特别想吃糖了。啊！